来看这边，生我行海燕咋的了？那个，我先说一句小王，其实你找啥属相都不合，找个21岁的蛇精最适合。蛇精啊，我问一下，你今年21属啥？我呀，蛇精属蛇呗，那就蛇，我浑身上下都蛇精了，还能是啥？咱俩多合呀！你说蛇精跟你属蛇的不合，还能啥合？然后小伙，跟你说啊，那个你刚才说化妆这个事儿，我跟你说，小伙，其实我挺赞同你观点的啊，这化妆挺漂亮的，就是会化妆的女人吧是天鹅，不会化妆女人是大鹅，领出门去，你说领天鹅跟大鹅能一样吗？不一样，对。谢谢姐。来16号石榴姐，我觉得那个蛇精说的不对，天鹅就能用看，大鹅能炖能烤还能溜着玩的。我跟你说，化妆这个事儿吧，你得分闲忙。你说我早上起来4点蒸包子，我要化2小时妆，6点去，人都吃完早饭了，去干啥去了？再说我化再好看的包子，不也是那些褶吗？他也不能出双眼皮，没有啥用。我也没看着哪个长得好看小姑娘包子卖的就多。是不是你不知道豆腐西施吗？做豆腐的西施长得漂亮的豆腐，那最后多少人为了西施2分钟卖没了？你就说他是不是祸水吧？多少人为了西施？人说是卖豆腐的西施，有没有点文化？西施就是卖豆腐的。不是，你也可以当个包子西施啊！哎呀妈，你这天鹅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呀？你们老师是不是教都是鸟货呀？那你意思你自己是大鹅呗？好吧，好吧，小伙，我承认我是大鹅呀。你就让他们再吵一会儿，反正那俩姑娘是为了西施而吵，行不行？跟我没啥关系，我瞅着，把我抛一边了是不？好，现在。